小玉带着陆云川来到了明州城。此城依山面海，众妖聚集，凡人非受妖族之引无法寻到。二人此行拜访狐妖白尘，望得到萧王的下落。奴家小玉拜见前辈，这位是我恩公陆云川。恩公不敢当，不过是朋友多，能打听一些事罢了。这位大侠是苍山斩妖人吧？在下也是企图，如今云游四处，正在寻找萧王的下落，如阁下愿告知一二，这份人情陆某定当报还。本座与萧王素无瓜葛，你们来这打听，再去找他的晦气，这来龙去脉倒要说来听听。当初萧王在岐山清除异己，奴家的父母也遭了毒手，只有奴家侥幸逃脱，逃下山的途中又被人逮住，幸得恩公出面保全，才得以活命。想不到岐山一事也有我族同胞受害，此事本座可以帮忙，二位不妨在此歇息几日，待我探得消息再做打算。有劳了。感激不尽。几日后，白尘打探到了萧王藏身静云山的信息，二人随即启程前往。怀州师兄现在身手好生了得，云川大师兄若是还在，恐怕也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哦，我失言了。没关系，你有事？有一封师兄的信，是云川师兄寄来的。怀州师弟，我已获知萧王在静云山，正启程前往。若十天后没有我的音讯，请将随信的法器交给掌门，凭此物可找到当日岐山那只狐妖。师兄，信里都讲了什么呀？云川师兄有难，我得下山一趟，这封信的事你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好，师兄路上小心。这里就是静云山了，按前辈的说法，萧王应该就在此处。走吧。
你先躲起来。好。什么地方？在要是让小王知道我管不住嘴，我就小命不保了。在山洞里，在山上的山洞里。具体点。沿着这条山路往前不远，有一棵枯树，那里有西武侯在炼金魄，树旁有条路直通一处巨大的天然洞窟，小王就在那里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求大侠高抬贵手，大恩大德。闭嘴，滚吧。多谢大侠，多谢。小玉。且慢，在下赤天，此来不为求战，而是要助阁下铲除萧王。这是演的哪一出戏？并非戏言，萧王过于残暴，招惹太多仇家，如此难以长久。若我取而代之，人的精魄我也不练，从此岐山的血债必须血偿。你还有遗言吗？我知道你是苍山派的，岐山一役我没有参与。笑话，我句句属实，若不是有意联手，也不必特来找你。何不听听我的条件？老家伙自岐山得了一件苍山派的法器，就有了护身神力。阁下虽然身手了得，但恐怕伤不得他分毫。接着说。那法器到手时已碎下一块碎片，碎片虽没有神奇之处，却能消解那神力，老家伙对此尚且不知。阁下若愿意联手，我便去把那块碎片偷来。你怎么不自己动手？我若发难，失败
便是死路一条。阁下若失败了，你倒挺会编排。那我当你答应了。把狐狸放了。阁下的朋友先由我们照管，只要不把我们抖落出去，事后定当毫发无伤的送还。
毛贼！救命！救命！大侠，是我呀，快来救救我呀！又得陆兄搭救，道长怎么会沦落到此？本天师云游至此，不想有一群大妖在此作乱，山村百姓悉数被抓来炼化，吾辈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呀。只是没想到这里妖怪这么厉害，于是。是来不及逃走，才被抓的。是那么回事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请道长带大家先行离开，来路已被我清理。甚好，那我们这边走。保重，陆兄啊，这前方妖魔不容小觑呀，但想来你也不会听劝离开。这此番别过，也许后会无期了。贫道有几句话要说与陆兄。请讲。这是非难辨孰尽知，行止无愧心自持，斩妖除魔之行尽力便好。道长所言极是，陆某铭记于心。保重啊。Thank you.
吵吵闹闹，还以为来了什么厉害角色。金刚锥碎片在此，阁下只当是自己找到的。你和萧王到底什么关系？这不重要，阁下只管放心，咱们在一条船上。那么
来者何人？苍山企图陆云川，你就是萧王。不错，你能闯到我这里，也算你有些本事。拿命来吧！就凭你？没有护身神力，看你还敢猖狂！大言不惭！在岐山，是否有只狐狸向你通风报信？他在哪儿？要杀便杀，废话什么？赤天，快把这贼人拿下！你气数已尽，还想命令我？你四处作恶，仇家太多，恋人惊破招来大敌。我们跟着你东躲西藏，永无宁日，不少兄弟早就不服你了。你这个逆子，老实交代吧，说完我给你个痛快。休想羞辱寡人。陆大侠，你的朋友安然无恙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是萧王之子，你报了仇，我们也不再恋人惊破，我是谁还重要吗？告辞。金刚坠可以复原了，怎么回事？引入阴地，萧王，是萧王，武军，妖孽法力很强，快来助我！坚持住，将他定身在结界之外。还有破阵，坚持住！大师兄快回来了，不要退缩！观众，你这叛徒！兄快回来了吧，正好一并杀掉。只有我活着回去很难解释，收拾完尸体你们先走，我自有安排。恩公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出去再说。Thank you.
师兄，萧王已被你正法了吗？怀中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可有话要和我？这狐狸是萧王同党，杀了他把尸首带回去，我向掌门求情，定能让你重归师门。我不是。要说的就这些吗？大师兄，此话何意？你勾结萧王杀害义才文杰，作何辩解？是这狐狸跟你说的。文杰师弟的金刚锥早已通灵，当日之事全看在眼里，你尽数告知于我，无言以对了吗？大师兄，我错了，我被萧王所迫。是你承认了？念在多年同门的份上，可否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先下山，你我回师门，把一切交代。好，我随你一起回去。你怎可这样歹毒？萧王这个废物，还得靠我亲自动手。你这话是当真的吗？对不起了，大师兄。先别说话，我错怪你了，我带你去疗伤。陆云川带着伤中的小玉，自此不知所踪。苍山弟子私下传言，企图陆云川受狐妖蛊惑，残杀同门，堕入魔道，畏罪潜逃。他的故事偶有说书人讲起，然而一位云游四方的道人却说，陆云川曾多次协助他斩妖除魔，乃正直善良之人。
袖端，西窗轻勾道，风聚风起风散，行人如草灯，朋友何去魂欢，风卷红尘起，吹拂露痕干，生将赴命换酒醉，今天天高花低，好日月来见人生，我道君这个有趣自尊的，今匆匆去匆匆回寻人是来。